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会让你赚钱的节目，以及把你当好朋友的五路财神。我是杨慧珊。加权指数今天下跌63点，很多投资朋友跟慧珊老师讲，慧珊老师，我现在终于了解你的苦心。这一句话不知道已经讲了多久，讲到观众朋友大家都会背了。你去追热门股，同志跌下来，茂迪跌下来，智冠跌下来，就算现在反弹，你也只能去整解套而已啊。我那时候讲这句话，你未必爱听啊，但是事后证明，这句话对你才是最好。当然我知道，要你改变掉追高的习惯，这并不容易，因为这是人性。但是慧珊老师，我还是会每天细心、有耐心，用关怀的心告诉你这个道理，因为我相信有一天你终究会了解。对的事勇于去做，这就是我的态度。做任何事情要成功，一定要有条件。今天在股票市场投资要赚钱，也一定要有条件。你必须要有趋势，你必须要有耐心，因为趋势它可以合理预测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预估股价短线的涨跌。所以如果今天你是看价格再去做股票，充其量你就是靠运气，那个没有办法长久。就好像说你今天看到哇，人家蛋挞店很热门，你才想要去开蛋挞店，或看到甜甜圈很热门，你才要一窝蜂的要去开甜甜圈，这些追在人家屁股后面跑的最后都倒闭了。你做股票不能凭感觉，不能凭运气，你一定要凭实力，因为只有实力啊，才能长长久久。赢家都有实力，赢家看的就是趋势。那至于趋势到底在哪里？趋势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。这个是5月18号的新闻，大陆要调控工资哦，不能让工资每一年都在涨。大陆的工资每年都涨，已经压缩到企业的获利。这时候政府跳出来，哎，不行哦，不能每一年都涨。但是这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吗？早就在之前，鸿海的郭台铭，他就知道，他就意识到说，哇，工资这样子一直在再上涨，会压缩到他的获利。在去年5月25号，他旗下的富士康早就已经自动化，工人砍一半，换成机器人。这在去年郭台铭就已经在做，并且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，他讲了一句话，这一段话非常非常的细，你没有仔细去注意，你根本不会去留意它。他说鸿海布局工业 4.0 比外界想象的还要多，更多，比外界想象的还要更多。果然5月18号，他把 paper 要引进来台湾，并且也开了机器人公司。但是这是最近才发生的吗？去年的9月4号，西门子要打算找鸿海进军工业 4.0。 今天西门子的市值高达2兆，本来西门子是一间快要倒闭的公司，但是他现在又死灰复燃，市值2兆，人家怎么做到？答案在这里，我们要放大。无人工厂，他利用帮企业自动化，然后重新的让他自己本身的公司再度的壮大。去年9月4号，西门子就已经找上鸿海要进军工业 4.0 了。这个都不是一朝一夕所发生的事情。做股票比的不是说哇，今天谁比较聪明，谁书读的比较多，谁比较会讲话。做股票比的是谁细心，谁有耐心。这一个人，她是一个女性，她叫做李亚梅。
你不会认识他，但是他在投信界大名鼎鼎，因为他带着本土的投信打败了那些外资，打败了一些大型的基金，得到了今年的基金绩效奖。他为什么能够这么优秀？答案在这里，刚性制度，软性管理，这就是女性的特质，细心、耐心、有恒心。这一则新闻我要请你放大，这个是在去年9月4号的新闻哦，你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。当时西门子找上鸿海要进军工业 4.0。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想请问你，你看到这一则新闻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你有没有想说，为什么惠山老师我会有这一则新闻？每天发生的新闻这么多，尤其又过了这么久，去年的9月到现在5月，过了这么久的时间，为什么我会有这一则新闻在我的手上？难道是偶然的吗？不是偶然，我早就已经注意到工业 4.0， 也就是机器人这一个趋势，这是我早就注意到了。这不就是一个分析师他最大的价值吗？要够细心，够有耐心，女性的特质。所以当你的老师看到最近的新闻，决定带你去布局机器人时，惠山老师我早就已经先知先觉，告诉你，你要做机器人就要买这三档股票，6414的华汉、上银以及 F 亚德。这个是早就在新闻发布之前，我就已经提前在节目当中跟你介绍，跟你推荐，我说你要做给替人，就是这三档股票就够了。华汉股价这一波涨上来，现在你所看到的是5月18号的call讯。好，我们这边要放大，5月18号当时获利70%左右，获利70%左右，华汉今天的股价411.5，5月18号当天的股价，来我们放大401块。再对照一下，5月18号当天股价401块，我们获利70%。今天的股价411.5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的获利还在继续往上增加。惠山老师，我在5月10号的时候，华汉进行第三次的价差布局，当时的布局价位412块。5月10号当天的走势，最高点423，然后压到最低点406块，最后收在411。我们价差第三次的布局是布局在412块钱。5月10号，华汉的走势在这里。换句话说，我在这里进行第三次的价差布局之后，股价还是往下修正。我不是买在最低点，我买在这里，然后股价压下去之后又反弹上来。一般老师不会跟你讲，他一定是等弹上来之后再忽然冒出来跟你讲说他在这里有加码。但惠山老师，我是选择怎么样面对观众，以及怎么样面对我的家族成员。我们看一下李西亚，我对于华汉我也表示得很清楚，他价格短期的波动你得擦擦一样，你不要去管他。但我只要确定一件事，郭台铭、郭董，他是不是要持续做这件？他是不是要持续这个产业？就像你刚刚所看到，在5月18号当天，我还是在讲华汉，我每一天都在讲。5月18号，华汉的股价401块钱。换句话说，我的成本还在他之上，他没有涨，但是我照讲，我还是照讲啊。一般的老师柿子挑软的吃 ，Kiki 的呀，干杯共，这种老师啊，你需要那种只会放马后炮的老师吗？那你现在可以转台，因为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子。惠山老师，我不做这种事，我就是实话实说。巴菲特说，只有在退潮时，你才知道谁在裸泳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在股价修正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知道说，你的老师到底
你讲实在的话，老实的话，还是白朝威啊？你的老师到底有没有诚信吗？你需要学会分辨标股，你需要学会利用一档股票来达到你财富的愿望。换句话说，你必须要学会细心的找一档好股票，然后耐心的从他身上赚到你想要赚的钱。华汉这一波上来，我带着我的家族成员获利了70%。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认为这个数字是偶然的吗？你认为这是慧山老师碰运气然后去赚到这70%的吗？在告诉你这个秘密之前，再回到这个基金经理人身上，他为什么能够带着他的团队打败那么多的强敌得到大奖？这里要放大，他在基金投资上也很严格的规定，他用电脑管理，换句话说也就是系统，然后呢他剔除没有列入投资池的股票。你懂我的意思啊？你有没有觉得这些话好像似曾相识？再放大一次，投资池，电脑管理，换句话说，人家找股票已经都事先找好，他把它集结在投资池里面，而人家买股票就是利用系统，也就是利用电脑。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带你做的事吗？我们做股票有亨通50，这就是我替我的家族成员所找出来的投资池。我们的买点有五路财神，这不是跟大户一模一样吗？就你在寻寻觅觅寻找那些成功的模式时，其实答案就在慧山老师这里啊，我都已经替你准备好了，我都已经耐心而且细心的替你喘了后啊，我相信我会成功。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犹豫过，今天只要我的态度是对，只要我的买点是对，我的股票是对，我的出发点是对，那我想请问你，我为什么不会成功？亚德一次的波段，三次的价差，放大，我们可以累积到将近1倍的获利，这就是成功，这就是成就，这就是荣耀，这就是肯定，这就是实力，这就是信任我的家族成员所带给慧山老师的力量。如果今天你真的想要成功，那你没有时间在那边灰心胆怯，你没有时间，你一定要向前看，你的心情一定要乐观，你的态度一定要积极，我们要积极的去拼，去寻找接下来的机会。巴菲特他说，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，在别人贪婪时我恐惧。散户都跑光了，今天宝山就在前面，没有人跟你抢，因为算喉咙糟了了啊，所以现在不是你去拼最好的时机啊，你现在只要集中把你所有的心思专注在一件事。明天蔡英文要正式上任，蔡英文上任之后会带来什么改变？这个改变会让哪些族群引起市场的注意？而这些族群当中，什么样的股票才会涨？你的机会就在这些会涨的股票上，它会让你口袋里面的钱变大，它会让你口袋里面的钱变多。这些标的我都已经找好，我都已经替你筛选好，就在鹰派概念股。鹰派概念股它是520当中市场关注的主流，我所选出最强的股票，也就是我们鹰派概念股里面的股票，都是让你口袋里面的钱会变多。我们已经开始要布局这些股票，也有一个共同点，我所有的筛选股票都是从亨通50当中找出来，我的买点就是利用五路财神。我现在只问你一件事，你想不想发财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
是 yes， 那么这一档鹰派系列概念股三号，你还来得及跟上。它是生技股，很多人喜欢买生技股。如果你喜欢买生技股，你要从生技股发财，你一定要买这一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慧山老师你说好一定要买这一档股票？很简单啊，因为新药的梦太远了，很多新药没有营收，现在市场的氛围是如此，因为不景气啊，所以市场很害怕那些没有营收的公司。但这一间公司它是生技股当中的资优生，它是生技股当中的台积电。凭什么慧山老师我这样讲？这是它的营收，从100年到现在，我们放大一下，请问你有哪一年不是在成长？那我说它是生技股当中的资优生，我说它是生技股当中的台积电，请问你能否认吗？不能否认，人家确实营收很好，并且去年 EPS 跟今年的第一季营收双双的创下了新高，人家说时势造英雄啊。我就像我刚刚所讲的，大概现在没有营收的股票啊，我们不只是要梦，而且我们是要能够实现的梦。有营收有体质的公司，它能够替你实现这个梦。这一档股票之前啊，因为它的产品它的产品出货上啊品质有一点点出现问题，造成它的股价下跌，好，造成这一段下跌。那它的品质恢复了之后开始出货，本来要往上攻了，结果在这里又遇到耗顶的事件。但是这一部分排除了，耗顶的事件已经过去了。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想问你，等着他的，现在前面已经没有人在挡他了，之前是因为产品的问题，然后这一段是因为耗顶的问题，现在没有人在挡他了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他不就是一路的往上开吗？他不就是要一路的往上走？一二三四，四路财神到位，你要搭顺风车，就是要找这种股票。成功的唯一秘诀，把握机会，掌握机会，不止心动，还要行动。五路财神等着你，一起发大财，好好把握机会。休息一下，进广告，等一下回来节目现场，马上回来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不好。亨达头部网站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，邀您锁定浏览，您投资最佳的选择。亨达头部速拨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亨达头部网站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，邀您锁定浏览，您投资最佳的选择。亨达头部速拨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亨达头部网站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，邀您锁定浏览，您投资最佳的选择。亨达头部速拨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德牌气密窗。
现场有投资朋友问我，慧山老师，在股票市场要成功投资的关键是什么？机会不会常来，所以平时我们要耐心的等待机会，不只是要有耐心，并且还要有足够的行动力。因为当你好不容易等到机会来时，如果你不行动，那一样一切都没有。巴菲特说，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，在别人贪婪时我恐惧。最好的买点往往都是你不认为是很好的时候，但是事后你回头看，它都是最好的买点。就好像当时我在推荐机器人领头羊华汉，我说他是郭台铭的股王，郭台铭要成就机器人的大业就是靠华汉。我们当时第一次的买进价位331，后来再做波段的布局315，那时候没有人觉得它很好啊。可是等到它股价涨到400块钱以上的时候，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。但是你已经没有办法买到300块钱的价位。透过一档化汉，我们一次的波段布局，三次的价差操作，可以赚到70%的获利。这个就是实力。你不需要跟着你老师去追一堆热门股，热门股没有办法帮助你赚钱。你要的就是找一个好的老师，这个老师愿意耐心细心的替你找一档好的股票，好好的带你做。F 亚德一次的波段布局，三次的价差操作，大赚了96%，大赚了将近1倍。如果今天没有足够的耐心，我带着你每天，如果我是带着你这样子在那边追来追去追高杀低，我是怎么样能够让你赚到这96%？所以大师的话要不要听？大师的话一定要听，人家能够当大师绝对不是没有原因。慧山老师，我做股票凭的就是我女性的特质，有信心，有耐心，并且对的事坚定不移。我认定是好的股票，它的基本面没有改变，我不会让你轻易的放弃它。任何一档股票都是从亨通50当中所选出来，我们的买点就是利用五路财神这个方式，跟大户的操作是一模一样。有多少人想要脱离散户？但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脱离？因为你没有大户的模式，你还是停留在散户的操作阶段。我就是找股票追股票。最佳的投信经理人，他在基金投资上、电脑管理、投资池，好的股票事先找好，利用人工系统 AI 帮他找好的买点。这不就是我所带你操作的模式吗？这不就是我所带你操作的方式吗？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一档股票我可以让你赚到1倍啊。那我想请问你，如果慧山老师这样子的方式都不能够让你赚钱，那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赚钱？你想的太多，永远都不会是你的。明天就是520，520后什么样的主流会引起市场的注意，什么样的股票会开始往上飙，都在鹰派概念股当中。你要把握机会，你想发财，这一档股票你还来得及。鹰派概念股3号，它是生技股当中的资优生。很多生技股没有营收，大家很害怕，但是它没有。你要做生技股，你一定要有这一档。你资优生不买啊，你要买什么？股价还在低档整理，人家是确确实实的所谓成长股，1234，四路财神到位。慧山老师，我都找好的股票、好的买点给你。我们不去追那种涨到天上去的股票。去年的 EPS 跟今年的第一季营收双双的创新高，今年还有没有成长动力？它有新产品，并且这个新产品有3种，拿到了新的订单。那我问你，你认为它有没有成长动力？做股票我们心情要乐观，我们态度要积极，
成功的唯一秘诀，找到机会，把握机会，不止心动，还要马上行动，把握你的机会，五路财神在你身边，祝你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头痛请用五分钟，嘴气疼请用气疼五分钟，五分钟不好。喷达头部网站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，邀您锁定浏览，您投资最佳的选择。喷达投顾速拨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喷达投顾网站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，邀您锁定浏览，您投资最佳的选择。喷达投顾速拨02-8101-0600。02-8101-0600。喷达投顾网站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，邀您锁定浏览，您投资最佳的选择。喷达投顾速拨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，要怎么准备才好呢？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，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，旅平险加买附加条款，保障多更多。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，要选对保险种类，并注意效期。外交部驻外管处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，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或代垫医疗费用哦。朋友们，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，让出国更安心，有备无患哦。台北市有线电视新选择，北都数位有线电视挑战台北市最低价，平均月付350元，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、高收视率频道，通通有，再送数位机上盒，现在就换北都数位有线电视，0809-096-1111。